在我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的年纪，我爱上了一个叫做爱情的女孩。能再见到她，真好。有点冷啊，我先睡了。欢迎我们的第一梯新人王选手王菲。长这么帅还一直单着？有很重要的人在，望不到的。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也挺简单的，你可以借过你跟爱情撒个娇，你就要说我浑身很痒。你快进来吧，需要你帮我擦药才能好。这样能好一点吗？懂了没有？但是我自己也能擦呀。漂亮。哎，我脑袋疼。你头疼啊？抱一分钟就好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喜欢的人是谁？我喜欢的她是威风凛凛的女战神，而我用了10年的时间走到她身边，只有这样我才有资格告诉她我对你一见钟情。抱抱。你不但落地的时候也挺好看的。我想用300场比赛的冠军换一个跟你开始的项目。我第一次交女朋友，没什么经验，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记得要告诉我。队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一个预告。预告？预告着一个全新的开始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